主料，奶酪70克，鸡蛋2个，砂糖50克，低筋面粉20克，辅料，抹茶粉适量，白醋适量，水适量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牛油隔水加热融化后加入奶酪，蛋奶搅拌均匀至无颗粒状态备用，鸡蛋蛋黄蛋清分离备用，抹茶加适量的水搅拌均匀备，低粉过筛后和玉米淀粉混合搅拌均匀备用，蛋黄一个一个加入搅拌均匀后，分两次加入混合的面粉，轻轻快速搅拌均匀备用，蛋清加入白醋2-3滴打30秒后，分两次加入砂糖打至一性发泡，蛋清分两次加入蛋糕糊内，从下往上快速搅拌均匀，把蛋糕糊倒入模型内，无规则滴上抹茶汁，抹平表面即可，烤箱170度预热，托盘加入适量水，放在烤箱下层，烤箱中层隔水烤30分钟至表面上色后，改160度烤15-20分钟，如颜色过深覆盖锡纸继续烤，改150度烤10分钟即可，用牙签扎入，如光滑不粘附物即可，放入冰箱冷藏6小时，或过夜后脱离模型享用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